多了，来你们选，哎，来麦琪选一个。我看这个蓝色的很亮眼，所以你有心动的 feel。一点点 ，OK， 一点点。来来来，你来说一下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是我希望他们可以帮我签那个 CD 和照片。哦，简单了，啊，CD 照片签名 OK。当然。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吗？又最后一个机会了。没有没有叫我们做。哈哈哈哈哈。这是怕都拖一拖就要签什么？来来来，我们要时间的关系，还是你要等一下，我们再帮你签。现在。啊，现在 on the spot OK 来哦。好，我们今天最难的是那个刚才那个比加哈。哇，那个。壁咚，很流行吗那东西 ？OK， 我们先暂时先签这样子，因为时间关系，等一下我再帮你补签，好不好 ？OK， 好，等一下我再帮你补签，因为其实非常重要，其实这一次他们来到，你先回去一下，好不好 ？OK， 那其实这一次五位的来到这边呢，最主要呢是要呼吁，就是给大家知道，他们在12月26日呢，是对你们来说，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当然，当然，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呢，也是五位 Our Voice 呢，就是他们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大型 showcase。是，要不要来？因为这一次我知道非常重要，是因为这个 showcase 呢，包括你们自己本身都有在参与在内。是，可以不可以大概稍微的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想说现在这个我们好。会有一些我们以前的歌曲，但是有新的歌曲都是我们的班差现在在创作，做一些新的歌曲。因为这个 showcase 应该算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因为出道了大概3年，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说真正以一个音乐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的表演。虽然说我们可能是在很多的 event 我们唱歌，但是这次是非常不同，因为是真正的一个 proper 的舞台。是的，所以我现在有在写一些新歌，然后我一份小小的礼物到时候会送给大家，就是我们会写一首歌给全部的 fans， 因为他们真的想要谢谢你们。哇，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真的想要谢谢大家，因为跟了我们3年，很多人都是我们空看到好多，就是每次来都会看到那些很熟悉的面孔，所以真的。所以我也是一定要说一下啦，这一场的这个 showcase 呢，就会在吉隆坡的 Megastar Arena， 然后日期呢是12月26号，那其实今天呢就可以开始购票了。那票价就分为150令吉、250令吉还有350令吉。等一下呢，我们在下面那边呢，就是下面的舞台那边也有那个 reception， 所以等一下你们每一位记得要下去抢票了，因为真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出现会扫空啊那个情况嘛，是不是？而且其实近期你们几位也是在忙着一个你们的 photo book 的部分，是哇，那个好啊，我觉得真的应该更多东西分享。拍出来的照片我们真的太。不敢相信，出乎意料，而且很满意。不敢相信的部分是，我这个死人脸竟然可以拍这种照片。怎么这样子说呢？真的，他拍出来说，我突然觉得，伟汉好像好看很多。是，对，我已经以为我只会演戏，现在我觉得你现在你还是只会演戏啊？没有，现在我可以做模特了。现在你可以做模特了。OK， 好，那怎么厉害？说出来真的很兴趣，因为其实大家对你们的印象好像很多都是在电影里面的一些角色。是。这一次呢，这个 photo book 里面好像单单在造型方面都有4到5种。是。对，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会走一些跟 high fashion 的look， 还是 like the kind of looks that fans never expect to see us in。So 真的难得了 ，and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taken this buy this photo book. So we went KL the past 2 days just taking it, and then now it's we have a small preview for you guys today to have a look lah. Okay. 好，那班你觉得呢？这次的就是像他讲的，我们的服装方面我们的造型团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的妆也好，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妆在我们的脸上，是大家不会想象到的，我觉得。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是，那 Porsche 不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这一次拍摄？我跟你说，我有去探班哦，真的，我一到的时候 Porsche 们拍呢，很帅，真的超帅，而且整个背景是很有那一种意境的感觉在那边。哎，奇怪，我们刚才4个讲到完没有讲我们帅，讲到他的脸上。刚好我们去看，因为我今天穿他的衣服。没有。那一天我走进去刚好就看到他在那边拍，所以那算你自己觉得这一次的整个拍摄，其实我觉得拍 photo shoot 的时候很累，因为虽然不用记台词什么，但是我们的表情啊，这要比这样比这样，是看着话应该都很累，但是看了那个 final product 的时候，我觉得很满足，因为这次有。
是，我觉得我们做过那么多 photoshoot，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是，所以12月26号呢，其实在 showcase 当天呢，大家每一位也可以买到这一本非常有价值性，而且是第一本啊，不，是第一本的这个 photo book。然后呢，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第一场的在马来西亚的大型 showcase 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来玩游戏环节了，直接， okay, yes. 所以要由你们五位来选出各自。选出一位的参赛者，那你玩过了，你刚刚已经有赢过了。OK， 好，那你们伟良现在选，你选哪一位？那尽量喽，快需要玩，你现在举手喽。OK， 那让我们看到你喽。伟良，因为之前我有在这边看到真真嘛，跟他玩过一些那些 obstacle 的东西，我现在还是选他。OK， 真啊，来，真啊。OK， 那 Maxi 你选哪一位？我是有我的伙伴。你的伙伴哪一个？啊，你哦哦 ，Janice。OK OK， 有伙伴。雪辉干，有时候就是真的。我觉得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让你们的偶像尽量有这个记忆点，下一次玩游戏会选到你们。那只有耍你对哪一个记忆点 ？OK， 这个刚才王哥说给这位女生一个机会吧。好，OK。好，那 Buns 有给一些没有参与到的。OK， 那就你吧。你刚刚没有问我问题对吗 ？OK， 好。Yeah. OK， 好。那 Posh 你选哪一位？举手了，快点举手了。哪一位？OK， 好的。好，那其实我们呢要玩的游戏啊，也就是类似百万大歌星的一个游戏这样子。那很简单，就是我们会播着歌，然后会开着伴唱，然后你们是可以看得上。可是，一当我们的那个伴唱一关掉的时候呢，你们就必须转过身，然后对着大家唱。Okay. 不管你们会不会哦，都要唱。然后呢，我们会让，但我必须。